再把南瓜去皮，切成小块。放到笼屉上蒸熟，已经蒸好了，趁热把它倒在盆里。喜欢甜一些的朋友可以把里边再放些白糖，今天我就不放了。南瓜泥放中温热后，把里边倒上水，酵母粉，把它搅匀。再加上适量的面粉，把它调成一个比较粘稠的糊。这个面糊给它多搅一会儿，给它搅顺滑。粘稠度像这样就可以。好了，把它发至两倍大。已经发好了，把它搅一下排气。再把它倒到模具里，没有模具的也可以用碗。把它摊平，在上面放上红枣，再打些黑芝麻，盖上盖子，再醒发五分钟。凉水下锅，开锅以后蒸上四十分钟，关火再焖五分钟。已经蒸好，我已经拿出来了，凉一下的时候再脱模。我已经脱好模了，掰开看一下，特别的蓬松，闻着也非常的香。